10月24号星期一早上的8点钟，文艺记者跑到大龙洞的保安宫来这边祈福参拜祈福啊，我们请大龙洞的保安宫的保生大帝呢保佑我们啊，环球邮报的会员啊，环球邮报539的会员读者，我们大家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啊，事事顺利啊，大家的精彩539啊，今天也能过关。我们今天是用五字牌，零，然后一，第二柱、第三柱。我们今天本期的第一次，本期的第一次，请保安宫的保生大帝帮忙，能够挣2星或3星。好、非常感谢我们保安宫。我们将在3年以后拜完拜后，然后传给我们会员。会员呢，如果有中奖的话，请你上礼拜中奖的会员会费，赶快缴到988元汇到我的户头来，新会员也赶快汇到我的户头来，赶快啊 ，OK。